跟 Coca-Cola 合作的 Realme 10 Pro 5G 到底有多细节？ 里面很像有水耶！哇，还有很多 Coca-Cola 的 sticker， 还有这个版本的编号 9620， 连 SIM 卡针都是 Cola 上面的瓶盖，连盒盖里面都有隐藏的设计，手机壳、充电器、数据线。 全球4个国家当中 ，Malaysia 就是其中之一有发售这个限量版本的。杯盖是有点像 Coca-Cola 的瓶罐，有反射的效果。镜头的圈环也变成红色了。里面的系统也是 Coca-Cola 相关的，首先就是这种有气泡的壁纸，然后各种 Coca-Cola 相关的 icon， 非常的可爱。还有一点，给你们听听是什么声音。 120赫兹刷新率，108万像素镜头，5000毫安时电池，33瓦快充。